今天上一个视频啊，在那为了吃奶的力气啊，好不容易把这条鱼的嘴给它拽出来啊，有的人一看到这里啊，习惯性的拉一个双击啊，有的人他们看完作品就离开了，殊不知的一个双击是对年轻人最大的鼓励。这么冷的天啊，属实不容易，能否留下一个鼓励的双击呢？别忘记添上一个关注，看我户外赶海直播。来吧兄弟们，大冷天啊，想抓只八爪鱼那属实太不容易了。今天我就转了7746个小时啊，终于找到这一只啊。咱能不能就为了我这份执着给留个小红心啊，点一个吧，记得加个关注，看我赶海直播。接上个视频，哇哇，兄弟们，太快啊，好大呀，我去！但是喜欢的点点爱心啊，评论666，咱们今天晚上7点准时开启直播，红心加关注啊！自从我买了八戒家豪华碳纤维的楼盘，我这赶海抓货的成功率大大的提高了。你看没有？只要你会观察，一楼两个迷你八爪鱼，哈哈，不好意思，自埋自挖的。我这么诚实，能不能给我个双击？我装不下去了。哈哈，加关注，带你赶海直播。一、二、三，老铁们出来了，这是一个大海熊窝。有没有喜欢来青岛找我赶海的？有喜欢老弟的，给老弟来个双击关注，666。